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今天晚上去赶海去啊，那个最近海鲜比较多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呢，都不少。这两天一直白天抓海鲜，晚上去看看，说不定有什么好货哈。夜色降临，准备赶海了。少一个腿儿，嫌弃，在里面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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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啊，八爪鱼的大米啊，看到没？就是你们喜欢吃的那个东西啊，放在这里啊。长出八爪鱼来，哎，我再过来抓你。第一次去这边。哎嘿，走吧，来，海螺。哪里跑啊？哪里跑？摇摆摇摆啊！哎，那又一个躺着装死的啊！看看，先看爪子啊！来，对吧？啊，那边还可以啊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那今晚怎么跟他干上了啊？哎，看头沙里面躲猫猫的，杀过鱼啊！哎呀，这鱼啊只有一年的寿命啊，这个头算已经很不错了，可怜的娃呀，反正也是一个死呀，还不如死在我锅里。哎呦，真好呀！啊，看看，啊，看看，啊，快点！哎呀，真好！哦，阿黑，按理来说能有东西，够呛啊！够呛！哎呦，没有，活的，啊！你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死了，啊，还行哈。现在目的不是为了抓皮皮虾，是找找有没有八爪鱼。大长腿好出来了，刚才一脚给他踢开一块石头，底下一个这个东西，你看看，来，多么大吧？啊，有多么大吧？啊，爽不爽？我终于找到了个大的啊！终于找到一个大的，来！现在八爪鱼太多，哎呦，哎呦！有粉丝朋友说：“小的我想找你赶海，只要能抓到一条八爪鱼就可以。”你看今晚这多少条？哎呦妈呀，好大哟！叫了！应该没有其他的，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再出现八爪鱼，也不一定。哎，没有，试着没有了。哦，涨潮了哟，涨潮了，好走了。哎，还没抓够呢。